伙伴们快看，这是什么皮肤呀？盘点迷你世界被官方秘密抛弃的皮肤，有男生也有女生。第一个是男生派大星，他穿着一个花裤衩，没想到吧，他是第一个被抛弃的男生皮肤。有人说他太胖了，老官方可能也觉得他太胖了，于是就把这个男生给抛弃了。但是他已经出现在了游戏中，大家看，就是这个粉红色的派大星，我觉得很好看呀。第二个被抛弃的皮肤是一个女生，第二个被抛弃的皮肤是花小楼。哈哈，你们不知道吧，其实花小楼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红色衣服，而是有很多种颜色的花小楼。我就找到了两种，粉红色的衣服和紫色的衣服。这两个花小楼明明很好看，不知道为什么老官方选择留下了红色衣服的花小楼，而其他颜色的花小楼却被抛弃了。第三个皮肤我也没认出来，它是白色的头发，我看着很熟悉，但是我没有分辨出它是谁。我觉得他好像是猛哥，他是第三个被无情抛弃的皮肤，也是一个可爱的女生，拥有白色的头发，